守护健康好肺，赢家养生常备。本节目由京都念慈庵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可高达近30倍乳铁蛋白守护宝宝非凡成长的皇家美素佳儿联合赞助播出。守护健康好肺，赢家养生常备。本节目由京都念慈庵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可高达近30倍乳铁蛋白守护宝宝非凡成长的皇家美素佳儿联合赞助播出。来吧，咱们先去酒窖再看看啊。啊，去看一看。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装置，它里边上下的是这一层，对。而要卡住这个项链，所谓自动把人勒死的是外边这层，是手动的。嗯嗯，对吧？嗯，对。这个东西，那你只能是人在这儿。刚才有人强调，只有翠花跟莲花能进得来。表面上看，第一层意思其实是翠花为了让大家都有嫌疑，做了一个这个装置，但是这个装置根本就不成立。我觉得他都已经寄人篱下这么久了，嗯，要动手也早动手了，何必呢？就是在这种场合，你可以偷偷在家就好了，因为家里对你偷偷在家干点什么，我们也不没，你不用让所有人都知道。所以显然，我觉得这个凶手。就是想利用这场宴会，就是叫我们最好能栽赃给这些最有目的的人。比如说他为什么死在酒窖，他可能就是想栽赃给翠花。他们再找找。嗯，万一是喝了什么东西呢？这杯子会不会有什么口红印儿之类的？还漏了些什么东西呢？我什么都看了。哎，这里边有什么呀？这是不是个东西吧？应该。空的，是空的吗？是空的。空的。空的，但是它。活的，是啥呀？是一个电子设备，砸碎吧？对，只能砸碎，只能砸碎，因为它比这个大。漂亮！慢点，慢点，小心点。一个小音箱吧。哦，手机连着蓝牙，还有什么吗？陈明，你觉得这里边？这个是一个摄像头，是那这能看到回看吗？是不是某些地方能看到啊？这是一个无线的摄像头吗？哎，发现一件事儿，我突然看到这个，你没有观察到好潇洒手上的那个链子好像也是这个扣的。这个不是能拉紧的吗？哦，对，它是能伸缩的，一旦拉紧的话就无法挣脱了。好潇洒啊。那这个也太乱了。扫描二维码添加设备，你们扫一下试试。扫一下。我连一下吧。没信号。没信号。来，去吧，去吧。不是，等一下，我们确定我们这是到林珍妮她家了，对吗？这肯定是林珍妮家嘛，太宅，对吧？所以我们要找到线索。我们要找到她跟莲花之间有没有可能有杀人动机的连接。对。所以他撞见是被灭口也有可能，所以找找吧，看有什么线索。啊，你都知道什么线索呀？嗯，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啊，他走了。
哎，这有空的京都念慈庵枇杷膏哎。哇，他一定是爱喝的，这一定是他的，是吧？这有摄像机哎，找找，往回倒，看林真妮回来干了什么。怎么少了一个监控画面？可是他们家有监控，为什么这个调不了视频啊？调不了吗？他现在只有实时的。他没有一个。那个电脑上有什么吗？我没看到什么。啊，那个是口红。哇塞！哎，是一样颜色的。为什么珍妮的口红会出现在案发现场？所以她很有可能真的在当下。他电脑上什么都没有吗？我的天哪！下午茶，这也不是他家对吧？他这个人很爱喝下午茶。我们一定要找到，比如说，跟那几个嫌疑人有关联的东西，或者是地点。比如说是跟谁吃的饭，在哪里，一个反光透出来的是谁。哇，他有一张跟他的照片。他叫潇洒哥，对。但他们俩在一块儿。我天哪，好劲爆。这是那个人给他拍的，一定是。都是潇洒哥给他拍的，一定是潇洒哥给他拍的，真的。去，哎，等，去，待会儿，那个登机牌啊。林真妮跟谁，可能一起去旅游了？1月9号的时候。对，他什么项链、戒指什么东西，我们也都没看到什么，我们只能证明这个而已，是吗？对，我们现在可以证明的就是他跟潇洒哥有。潇洒哥，最起码他们出去旅游了。对，而且还这是一定是去的，我的天哪！所以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去珍妮的、那个，要去那个那两口子的家里，潇洒哥的家里？迷宅。Come on！ 哇、wow ！搜索之前，我们先想想我们要找什么呀？我们要找有没有杀害莲花的动机。对，所以我们要找动机。哦，这有个包哎，这包好沉啊！在他们家有摄像头的包装，好潇洒买给他的吗？这是水壶。他们到底去的哪里啊？他们那个照片里面没有他们两个去露营或是登山的，都是在酒店里面。哦哦，波浪湾。你这里面还有什么呢？我们下一个。好，京都念慈庵枇杷膏哎。为什么在他的这个房间里会有京都念慈庵的这个枇杷膏啊？但是在林真妮家倒是却有很多京都念慈庵的东西吗？那我们现在还只是重新证明了他们俩有关系，对吧？里面没东西了，是吗？
没有了。这是什么东西啊？四个骰子，一个钟表，是要解开这个表吗？如果下面是个表的话，那上面的骰子一定跟这个钟表也有关系。解题喽，加油！所以咱们一定要调到一个对的时间喽。一四六一。哎，这很奇怪。对啊，这骰子有问题啊。这怎么会有九啊？这个骰子就九。那我们从简单的想啊，它每一个里面都有一样的东西，只有一个不一样的，对吧？不是，那是九，那是六。比如说二一一一，有可能吗？如果说这个东西最后要拼出一个时间的话，它每一个一定是一个单位数的一个数字，对吧？然后第一个肯定不会超过二，要么是零，要么是一，要么是二，对，只有这三个可能性，所以它数字小。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你比如说现在这是四，四的可能不可能了，那么咱们归到零一二，这加起来是九，这是多少啊？二四六，九六七。四九加七等于十六，不太对吧？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想调到十一点四十四分。那就肯定是不对了。如果我们想看不到的那一面呢？所以一点最大的可能后面是六啊。那后面的骰子就不用管了吗？后面的面，我刚试图从这整个东西的一个总数去想，但好像也不太对，因为正常的骰子总数是二十一。如果说两点是横着的话，这边是一，这一定是三。对啊，但是你看这么说又不对。如果说我们这样看，这是四，第一个位肯定不会是四，也不会是三。二十一点九十九分，好，肯定不对。十四点六十一分，肯定不对。我们把这个骰子扣到这个点上，它会变成什么？这就变成三个，这是五个，这是五个。对。那这个扣上去以后，这是九九九九六，接着变成七七。你说全部都，那其实就是都加上去嘛？这都叠在一起。好，这个逻辑点完全没有搭上。然后看看我。算是求助了，哥，不求助，不求助吗？我们就要想出来。好，你别看有的时候咱们不怎么好使啊，但是咱们这回必须好使。好的。我说实话，我很想看看他们今天送的这两幅画是什么，在这儿呢，打开吧。他们今天送的画。你打开试一个。人脑袋。人脑。这是抽象。真抽象。这是不是有夹层啊？要是掀开我的东西就神了。神了。后面是一反光板。这个板不对啊，这个板肯定不对啊。
这个板怎么那么像酒窖那个电梯里那个板、哦、是。但这个板就是酒窖那个板啊、哦。你说的对，它就是酒窖的板。所以为什么把酒窖的板拿到这儿来呢？就藏在这儿了呗。他就是把，就那就如果这个是的话，这就是原来酒窖的板，就是现在的酒窖板是做过手脚的。他们再找找。哎，有东西。我真的一下子看到了。哦。是啥？手机呀、啊。是。这么厉害的证据，我们现在才找到。差个这个遥控。啊。是电梯的，先看有啊，相册是吧？嗯，我的文件。音频，四分钟，没声呢，还是我们得认真听完这四分钟啊。你万一突然他一下子直接耳朵就震坏了。吓死我了。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线索。尖叫声。这个手机也没法确定身份是谁录的。哦，我知道了。我们听到的那个尖叫声应该是手机发出来的。录的录的。莲花、哦、哎咋看这个房间、啊、他是早就已经死了。早就死了。我的天哪、你好厉害呀、我觉得头皮发麻。你好棒啊。对。就把它放在这儿，放在这儿，哦，所以它有四分钟的时间，所以它最后一，对，它在这儿，不是，它按开始，然后它就可以走，然后它四分钟之后再，它放这个声音，就我就是我们都在一块，哦，我不喜欢这种答案，好难受啊，好可怕，很厉害呀，这太恐怖了，而这个地方它发现的，而且它放的这个位置跟板儿什么的都是在一块儿的，是吧？你行不行啊？你看他还说我，他还踩了我一脚。什么？这个声音太大了。哎，这个遥控器它最终放在这儿，是干啥用的？因为这个板还没有想通，为什么板还没想通？为什么多一个板？哦，这个作案工具全放这儿了，你看到了吧？板、然后手机和遥控器，它一个动线，它就直接走了，就很方便了。对。看看手机里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哦，手机里还有一个视频。按下视频，看视频。哦，这是莲花。那拿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这是在上面那层拿东西吧，对吧？这是在那酒窖那层、上面那层，对。他被勒住了吧？他是被勒住了，他是被勒住 了，对。但你看他现在的状态像是项链被吸铁石吸住取不下来，并不是没有东西卡住他，你看吗？是轿厢在往上走。嗯嗯嗯。真就这么死的？我想我大胆的猜测一下啊，就是没有人呢。对，他就比如说板也没有去掉，这两块板为什么有两块板，一块是有吸铁石，一块是没有吸铁石的、然后我比如我是凶手，我把它放下去的时候，就现在是肯定是谁让莲花去那儿拿个什么东西，然后那个打开的时候，我怀疑会不会那个项链是放在最里面的，然后如果我
的莲花的那个项链是可以吸住，就我这么去够的话，然后那个项链就会吸到那个板上面。然后我就在三楼看了这个视频，我就把这个电梯摇上来，然后你就会，他拿完之后那个就会上去嘛。但是那吸铁石的位置不对啊。不是那个位置，是那个板板的里边板的吸铁石里边板走，咱们看一眼。然后完了以后，我上来之后，我就得把那块板放到这儿，就把有吸铁石的板放到这儿，然后把没吸铁石的板再放下去，再降下去，这样就有两块板就合理了。你看，这两个板是这是普通的板。这个是最终在现场的，对，这个是重一点。按照你说的，就是说这个是作案的板，对，是吸铁板。吸铁板。对。然后，在那个什么？他等于在这儿操作，对吧？就在三楼这儿能操作。三楼操作的。那个遥控器会不会控制它强烈磁铁的那个？它真的能吸住吗？挺强的。哦。哇、哦。哦就是这手法，那手法还原了，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他在这换板，换板，哦，再看一下视频，看视频，那每一个里面都有一样的东西。如果说这个东西最后要拼出一个时间，哎，这四个一好像是在顺时针转，什么意思？你看啊，这四个骰子一的位置是顺时针旋转的，然后呢？九州，赐我力量吧！来呀，就往戒盒灌点智力。九点，我天哪！我再补一觉，我觉得现在这脑子不太行。现在，我再补一觉应该。打个电话吗？我们不想要有一种我们失去了两个智商，在我们就不行了。跟队友求救不丢脸，不丢脸。我怎么我按不了？连手机都不会用，题不会解，手机也不会用。喂，嗨，你们先帮我们解道题好吗？还在解题呢。好，这下边是个钟。他们是要把表转到一个什么位置，先把这题解开吗？这两面是四，上面是一，这两面是一，上面是二，这是六九一，九六一。那是九，那是六，比如说二一一一，有可能吗？那是不是就像你说的顺时针的逻辑，这些每一个骰子的数字都是按顺时针来走，每个骰子都有一，那我们就从一开始，比如幺二幺幺四四幺六九幺九六，把这个都加起来吗？一二三四六，六点半。你试试看吧。六点半不对哈。一二一四四一六九，一二一，一四四，一六九跟一九六。哎，这数字怎么这么熟悉啊？会不会跟平方有关系？幺二幺多少平方是幺二幺？幺四四。十一号，十一、十二、幺六九是十三吧？别看我，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所以呢，一二三四吗？加上去呢，也到不了三位数。孩子们一定要好好上学呀！
嗯，不好好上学，你连根号都不知道是什么，打开计算器都不知道怎么用，这是好难受啊！人在这儿跪着吧，怎么讲？就学艺不精嘛，学艺不精，没好好念书。没关系，反正咱们二傻这个已经奠定了。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然后呢？快点想。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后面不会是十五啊？你看，我们十二，我们把幺二、幺幺、四四、幺六九、幺九六跟出来了，我们把十五再跟回去，跟回去，是乘吗？十五加十五还是十五乘十五？十五乘十五，二五。所以是两点二十五吗？以后我就叫跟回去，我虽然莫名其妙的老秦给解出来了，没事，答案是二二五，你们自己想吧。莫名其妙的老秦给解出来了，没事，答案是二二五，你想吧。二二五，为什么是二二五？为什么是二二五呢？我的。可能老秦比较会玩骰子。哦，这是迷字的珠宝设计工作室。为什么会有一个破掉的酒瓶？我们得好好找一找，这是什么呀 ？NZ Jewelry 迷思珠宝。你看啊，这还有几幅画啊，这是啥意思？这是什么？不知道，但反正这是一个磁铁，然后这是一个装置。莲花戴的珠宝上面是有磁铁的吗？他是不是？所以他做了一个装置，是可以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控制那个电梯的呀？对呀、啊，所以我刚就说了，磁铁珠宝上的磁铁，他做了一个装置可以控制那个东西，他的手法已经很明显了。哎，找到一个拼图哎，京都念慈庵双层软糖，还有找到一件衣服。口红，这是男士衬衫，这好潇洒的吧？这是他行凶的时候穿的吧？但是他什么时候有空回来放？好潇洒，送了礼物给小白，转给谁呢？好潇洒，不断的转钱给一个叫小甜心的人，我们不知道小甜心代表着是谁。有可能是林珍妮，也有可能是莲花，所以他有杀人动机。好吧，我觉得我们知道差不多了，该拍的东西咱都拍下来，咱们跟他们去汇合一下吧。好 ，OK， 咱们赶紧过去吧，你好好骂他一顿。对。哎，对了，我那个碎片，碎片，碎片，我们把碎片给你。现在就可以拼了吗？拼拼看吧。哦，这看起来是不是很像念慈庵的那个瓶子呀？走吧，咱们赶紧去。Go go go！ 看这个。这口红不是抹的，它是不是写了什么东西？这口红不是一个抹的那种，它是不是写了什么字儿啊？死之前。
哦哦，那个酒窖的那个右边有什么那个紫色的，是不是那个？我不知道是那个标吗？走。我走，你幸亏你提醒我了，我把这事给忘了。那上面写的什么？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写的两个 X。啊！真对。不是，因为我看这个口红，它的不像涂的。上面好像写的是尼斯的那个手写。真的假的？真的，我今天看了那以后，因为我当时没有太在意它，是因为。我对这个就完全没有感觉，不敏感，你知道吗？他写的是 N Z， 好像是这么写的。不行，我写记不回来了。然后那边是 Z 啊，我也不行了。天哪！哪？看，就在这儿，尼兹，手写字母尼兹，就在那个地方。不是，在这儿。啊！在这儿。是颜色对了，颜色对了。郜彤，你眼睛真是5.2的吧？没有，那是瑞哥。我今天在这块看了半天，我就看了个这个，我当时说是什么玩意儿，我就走了。哇，绝了！他涂口红的原因可能只是希望我们能发现那个，对，就是那个意思。还像什么？珍妮 Z N， 珍妮，哦，是吧？那好像都可以了。我跟对面联系。啊，要不我们去哪儿打个电话？这没信号。嗯，我们上出去打个电话。太难了，首先下次分组一定要留一个聪明的人在一组里面，太难了，最起码也是会数学的。那应该是九州可以。这画的是什么呀？这不是磁铁不？电磁铁，那就是那个嘛。这是在谁家那儿发现的？尼兹在工作室里。铁了，就是他。铁了。好，你们先说说你们发现什么。首先呢，我们在这块九州发现了那个手机，有一个作案的手机，也就是那个手机连着蓝牙音响，所以他的那个尖叫声不是他当时的死的尖叫声，而是录好的那个音响，提前录好的。对，所以蓝牙耳机连的是尼兹的手机，他不是，是没有手机的身份无法确定，但是凶手作案的作案工具嘛。然后呢？然后他的作案手法就是。通过换磁铁的板还是吸项链，我们确实看到他死亡的现场了，就是被这个给吊死的。这是现场的监控，然后拿了之后我们用那个凶手的手机跟他相连，找到了当时的那个现场视频。现在我们不知道莲花到酒窖去干嘛，就是拿酒吗？可能是去取项链，怀疑是谁打电话说是小孩恶作剧，把项链放到那个里边，你能不能去酒窖帮我取？对，然后就是这个了。然后就他看到他说，感觉像写了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说，我今天看的时候看到就是那个里面旁边写的东西在这里，我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写的是尼兹的那个简写，首次看到的 logo 啊！哦，这是你在，这是那个珠宝店的那个。你们那边发现什么线索了？林珍妮家，我没有找到这个紫色的口红。我们发现了郝潇洒跟林珍妮出游的记录。还有他们俩的合照，所以我们怀疑郝潇洒给林珍妮还有莲花都送了口红。不，这个口红不是送的，这是他儿子送的，这是他儿子送给他生日礼物。
也就是说你们有证据证明这个紫色的口红是儿子送的，儿子送的，儿子的日记。好，尼斯那儿我们找到很多东西。首先，我们找到各种奇怪的设计图，对吧？嗯。一个磁铁装置。嗯嗯嗯。里面，首先我们找到了一个白衬衫上面有紫色口红印，所以尼斯是怀疑她老公和拥有紫色口红的女人有染，是她老公的衬衫。他们混了，其实她老公出轨的是那个人，是而莲花只是因为儿子送了她。紫色口红被发现被误会了，还找到一封信，叔叔谢谢你的礼物，以后常来玩哦。小白，还有转账记录，不断的转钱给一个叫小甜心的人。尼兹是怀疑有可能是莲花，所以这是一个误会的情杀，有可能。然后我们还找到一个这个东西，垃圾桶里面有一个破掉的酒瓶，哦，用来装那个。蓝牙音响的，他应该是做那种，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装置是。他当时应该在实验，因为他一定在模拟这个手法。对，因为不，那个酒瓶一定是后封上去的，因为酒瓶口装这个耳机是在一个酒瓶里边，对，根本就倒不出来，必须得砸碎瓶子才能取出来。他是一个珠宝设计，他应该会做这种，就是什么焊接的，焊接什么的，就是那动机全齐了。最后莲花画的这个尼斯，这个也挺锤的。对，因为死者的这个指认一定是他死前认为谁，就那就是谁联系的他，他就留谁的名。不是，哦，他送了画。哦，那个号码能打开。哦。咱们来看这下尺寸，尺寸合适。后面刚刚你还说打开里边是啥，我打开就是放那个，其实就是这个没有，对吧？对对，这个是谁送的，这个又是谁送的，对，他俩主要是谁送的哪个。其实除了这个字儿，我们在看到你之前，刚才他其实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尼兹，一个是珍妮，也有可能。为什么最终我们这边把那个尼兹基本给锤死了呢？就是基于一个逻辑，就是说一个设计如此严谨的一个犯罪是不可能依赖一个偶然性事件的。第一个事件，项链丢失，只有尼兹能控制这个事儿，他说丢了就丢了，别人谁知道他今天丢不丢下来，对不对？我刚说那个控制时间，控制时间，他得把手机放在这儿，开始倒计时四分钟之后有尖叫，然后他就得主持说大家先别找了，集合，才能制造不在场证明吧。这两个时间点只有他能控制。而且这个东西其实他就是他的作案手法了，其实这个东西就直接指向了，就是他如果这个东西解释不清楚或者没有其他的理由，他没办法说明。那我们既然有一个头绪了，那我们待会儿应该怎么问？我们要问谁？我主要就尼兹好潇洒和林珍妮。我觉得首先是你们找到了动机，那个故事你们来讲会更好一点。那咱们就带着这个咱们去吧。对，走。哎，你们好。哎 ，Hello。坐。有结果了吗？怎么样？我们确实有锁定某个人。尼兹，我们在你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银行转账记录，你转给他的钱，他都转给一个叫小甜心的人。是，郝先生，你可以解释一下吗？这是个误会，老婆。小甜心是一家儿童慈善机构。真的假的？真的，不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就是怕你多想。这个是我转账的捐赠的证书。哦，真的，你就是一个喜欢孩子的一个人。对，他特别想要孩子，一直没要上，所以我想在福利院领养一个孩子。一直没告诉他。还有这张照片，哎
呦，就这张照片嘛，就是你来探班的时候，我老公给咱俩照的吗？探班、哎？你们仔细看看。月食呢？月食来解释。这是我老公啊。这张照片，我帮他俩拍的。来来，帮我拍一张，帮我拍一张。帮你俩拍一张，来，给我啊。来，三，二，一。我勒个亲娘，真没看见呢。这是个误会。我懵了。可能你们能证明你没有出轨，好潇洒，但你没有办法证明另外一个真的嫌疑人所犯下的罪行。涂个口红吧。我吗？嗯。我们在你的工作室里发现了你收藏的，首先应该是你丈夫的衬衫上面有一个紫色的口红印，我不知道你是打算留下来做证物还是什么。白衬衫是不是上一次你喝酒喝醉了蹭我身上的那个？哦，我想起来了，我老婆是不是有一次喝多了，咱俩一块儿去把她搀回来的？那时候你对，就是那次，那次你就穿一白衬衫。这不可能，你在骗我。我没骗你。那个口红印并不是莲花留在那衬衫上。您手上的那只口红，我们已经找到它的故事，非常的感人。是白白很懂事儿，省吃俭用攒下钱，希望她妈妈开心一点，在过生日的时候送了她这样一个礼物，跟您丈夫的那个白衬衫上的口红印完全没有关系。他那个印儿是什么？刚才这二位也解释清楚了。你跟我说实话。说的真的是实话了吗？误会啊。拿我当犯罪小孩。我们从倪兹小姐的反应上已经可以看出，她是真的怀疑你老公出了轨。对，而且你还有具体的怀疑对象，是谁？所以这一次我们怀疑的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于您杀掉了莲花。莲花的这个项链是你们工作室的吗？是我工作室的。谁送的？我送的。你为什么送给他？因为我正在设计磁石跟那个珠宝相结合的这种设计。我们在你的工作室里发现了你所谓你设计的这个带着磁力磁石的珠宝之外，其实还发现了蛮奇怪的一个装置，也是磁铁的一个装置，感觉是有开关的。莲花的项链也是有磁力的，你就是用这种装置杀死的他，因为你怀疑你老公出轨莲花。单凭这一个吗？最后莲花在那个电梯里边写的是倪兹工作室的标志。倪兹什么？这是不是你们工作室的标志？我的工不是这个样子的呀。夏景啊？对呀、啊，这景翠花的也可以是他呀。对呀、啊。珍妮也可以啊。怎么又扯到我呀？没关系。那我还没关系呢。这也证明不了什么吧？九州，愤怒的九州。他好生气啊！九州生气了，完了。惨了，九州生气了。不承认有什么不承认的？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证据。这是什么啊？这么大。这是你的作案工具啊，电磁铁。我的作案工具。没事。是这样的，倪兹女士，现场的整个案发的过程和作案的手法我们已经还原了。您通过送画的名义把这块板带进了主人家。故意。我们来了。然后出去的时候，您去了三楼，把你画中间的这块带有电磁铁的磁板换到了电梯里面。然后您在合适的时间点说出你的项链已经丢了，诱发大家去寻找。我项链不见了。在寻找的这个过程中，
是我们最后见到莲花的时候。在这个期间，你通过某种方式通知了莲花，让他去酒窖里边帮你取这个东西。哎，喂，莲花，你能帮我去红酒仓库找找项链吗？同时，你通过已经设计好的这个磁铁的装置，莲花去够这个项链的时候，你打开了电池磁力，然后摁上了那个电梯，让这个电梯往上移动。同时，他的项链卡在这儿，莲花被勒死的过程我们已经看到了。然后你再松开，然后那个项链就会掉落，然后他的整个人仰在那个酒窖里面，然后你再让电梯上去。电梯来到三楼，你把这个有问题的这个板撤下来之后藏在了画堆里边，然后把原本那块正常的铁板放了回去。不在场证明就开始到这样，你就开始不在场到证明就有效了，因为我们集体在一起有四分钟的时间，你的录音是延迟播放的。同时在大家寻找的过程中，你说你的项链先不找了，不打扰大家的雅兴，不找了不找了，本来今天都挺高兴的，一条项链而已，走吧走吧。所以这个项链您也是承认是您送的，那块吸住项链的电磁铁套也是您带来的，而且这个电磁的东西也是你设计的。今天的一整套完整的设计的手法，一切犯罪的触发的必要条件都得从你的项链丢失开始。它是最终的诱饵，说不找了的人也是你。犯罪什么时候开始，不在场证明什么时候开始倒计时，这两个时间点在场的任何一个人控制不了。而且莲花最后手里拿的是您丢失的黄色项链，对，我们说的没错，我是怀疑他，我就是觉得他出轨了。什么？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没有孩子，但是我觉得一切都会好的，会有的。直到我看到他衬衫上的口红印，那个印记仿佛就刻在我的心里，扎在我的肉里。无时无刻不在疼，想忘也忘不掉。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所以我最气最恨的就是你。所以我知道这一切不会好，我必须要解决掉这一切。我跟你说了，是误会了，我真的不至于做这么出格的事儿。你为什么？你可以问啊。现在你这是在干嘛呀？好，你现在告诉我是误会，当时我怎么知道？衬衫上的口红印，转账的记录的小甜心，好潇洒，我是你老婆。你有哪一刻是真正的关心我、照顾我、保护过我的？我在你那儿永远都是不安跟痛苦。你们根本无法感同身受。李子女士，我刚才注意到您说了一句话“感同身受”，但是您有没有想过，不管这是不是一个误会，现在已经没有人能跟莲花感同身受了。他也没办法跟别人感同身受了。那您想没想过，现在谁能跟失去了母亲的这个孩子白白感同身受？不管您是不是误会，不管您老公是不是真的出轨，你没有权利用私刑去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哪怕这不是误会，你今天也不能杀人。我没有办法，我控制不了我自己。请接受法律的制裁。我觉得若韵说的很对，事情走到这儿真的很遗憾，这场悲剧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我也不想啊。不管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采取这样子的一个举动跟行为，不能用猜忌去代替沟通，更不能用私刑去代替法律。对不起，我错了，我错怪了莲花跟潇洒，是我太冲动了。
那还有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把监控和蓝牙音箱放在酒窖的？前一天晚上故意让我们来他的酒窖参观。昨天晚上到我们家聚会来着，这密码只有我们家的人和莲花知道。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嘛，怎么就非到杀人这个地步呢？等会儿。是那个人。是哪个人啊？他。是画展上的那个人，他。看来你很喜欢这幅画，老板这幅画送你吧。现在是你改变命运的时候了，花开会结束罪恶的果实。他送我这幅画的时候，那些工具跟线圈垫就在里边。你完全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还纳闷呢，这么重。你说他送你这幅画，你有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有没有 X 啊？看看。不会吧，这画会不会有 X 啊？这不就是 X 吗？一个蓝的跟红的。他是这样两个人交叉着拥抱的，他那个手臂是 X。 他是怎么怂恿您来干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不知道。他有威胁您吗？没有。哎，您当时那个买画的时候通过什么付的款？在哪儿买的？是男是女？大概多大？各位，这样，别像尼克森，很快就要崩溃了，咱们不要再逼他了。这件事情毕竟闹出人命来了，咱们让警察来解决吧。好。家是你的一个港湾啊，你是可以去抒发情绪的地方嘛。其实现在有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不会去沟通。我跟你说了，是误会了。你为什么？你可以问啊。很多事情都会把一些事情憋在自己心里，这样子会产生很多的没有必要的麻烦，没有必要的误会。我觉得法律是约束人的底线，你即便受了再大的委屈，即便再愤怒，我觉得都不是你破坏法律的理由。真的都是 X 搞出来的。对。我靠，在震动啊。哇，它变大了。有一个事件咱们一定要关注。你看底下的字是不是还一样啊？世界因我而创造，因我而毁灭。X 没有变啊。这个 X， 咱们那个漫画书是不是也变了？快看一下，快看一下。哦，来。哦，
是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哎！啊！我每次看到新的发展，然后他就会定。有时压垮一个成年人的只是个误会或小事，但只要积极面对，坦然沟通，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在我依然猜不透 X 的真实目的，他曾是我创造的人物，但现在已经完全不受我控制了，并且还在不断制造麻烦。希望这群年轻人可以坚持下去，找出背后的真相，这样才能恢复这个世界的光明和秩序。哎，这是李易峰吗？这又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会在这儿？我为什么被锁在这儿？不行，我得赶紧解开这些东西去找他们。这有四个数字，这是什么？倒过来的吗？我记得我们在转盘的时候说这个世界是倒过来的。七，组合二，二，第二个是二，第一个是第一个，如果把二七八，嗯，不对，第二个绝对是二，那这个怎么弄？这个不对吗？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把它上下对折，上下对折，上下对折没有啊？上下对折，如果第一个数字是没有是两条的呀，左右对折，左右对折也不行，移动。啊，移动组合，六二，还有一竖，还剩下一竖一横，八，九，哎，对，六二，啊，这个好难脑补啊，用自己。
蛇不后也没有啊。哦，这个移过去，移到右边，这个移到右边，这个。哇，好酷，这样。怎么还骂人呢？五四三八，四二三八，四二三八，哇塞，打开了。它长在一起了。这里怎么这么黑呀？前面怎么有光呢？去看看。守护健康好肺，赢家养生常备。本节目由京都念慈庵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可高达近30倍乳铁蛋白守护宝宝非凡成长的皇家美素佳儿联合赞助播出。免费看书100年，七猫免费小说，感谢首席阅读官七猫免费小说 APP 玩具本杀，下载百变大侦探 APP。 本节目由社交推理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节目用车探界者 USUV 发明家雪佛兰提供，买雪佛兰展厅体验明星座驾，找更多线索。健康私立医院。昨日凌晨，我城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你们是谁？没有恶意，没有恶意，我也害怕。等会儿，胳膊很白，会不会？哦，余悸苦涌是吧？别拦我，不行！真好客村持刀杀人案，这人命关天啊！哦，前面怎么有光呢？这是什么地方？哎呦，你的猫呢？这个睡觉的，这肯定是老秦，这肯定是小童。抽一张牌，你喜欢二？什么意思呢？这些是？Hello， 大家好，我是最后的赢家 XFORM 唐九昭。下面我们将用三句话对我来进行自我介绍，其中有一句话是假话，你们注意咯。我平时的生活习惯是翘着二郎腿睡觉。我曾经有过蹦极的经历。我最喜欢的动漫角色是《飞天小女警》里的黄头发的小女孩。请大家猜一猜我哪句话是在说谎呢？每周六12点看幕后大赢家，案件复盘，深度围观，破案细节。关注最后的赢家爱奇艺官方号，发现更多精彩内容。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艺
果 TV 4K 电视大屏一起追踪艺，来爱奇艺拍一拍 get 你的专属侦探套装，赢家侦探团等你来。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打开爱奇艺看最后的赢家，开启其他模式体验沉浸式探案。上微博参与最后的赢家花絮挑选，片尾独家彩蛋由你来定。上微博参与生活及推理，将有机会在节目中看到你的推理作品。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知乎搜最后的赢家和知乎答主一起热聊节目话题。百度搜索最后的赢家，观看更多精彩内容。有百度地图准没问题，智能首页懂出行更懂你。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上新浪新闻看更多精彩视频，来有态度的网易新闻，关注超级 IPG 看更多精彩短视频。聊天斗图就用闪萌表情，下载百度输入法 get 节目同款表情包，领取签名好礼。上智联靠谱工作，视频见。打开智联招聘， pick 你心中的最佳雇主。上微店 APP 头号玩家带你入坑。感谢微博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超话社区、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快手、知乎、百度娱乐、百度地图、百度百科、百度输入法、今日头条、搜狗娱乐、猫眼娱乐、搜狗输入法、中华万年历、智联招聘、实习僧、天翼视讯、巨淘、曹操出行、荔枝 APP、 微店、德川家、成都娱乐帮、接电、美图秀秀、 B612 卡机、闪萌、安卓壁纸、光点壁纸、速率、闪送、 LJ 炸鸡站、转转、鱼罐头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命无穷突破，远不如这信念汹涌。